是下面的。你口渴了吗？我去帮你倒杯水。啊。怎么了？你会开蓝啊？开完了，冯远然听说你来了，非要拉着一块吃宵夜，趁他上座，咱们赶紧走。走。哎，确定一下，一定要确定。朋友，这人呢？然后呢，哎，木槿莲花。要不还是接吧，接吧，不然冯远然会一直打。喂，我跟你说了，我今天真不行，我今天有很急的事儿，走不开。我没开车啊，蒋世言送我的。对，我今天真的不行。明天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一大早就坐火车走。还有，你不要跟蒋时间打电话，他在开车啊，拜拜。终于没人打扰我们俩了。我离这么近看你，好奇怪啊，感觉你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都怪怪的。你不是一直说要做一件咱俩没做过的事情吗？是什么？跟我来。所以你说的没有干过的事情是帮我收拾行李，不然呢？咱们四个虽然以前一块出去玩过，但都是各自收拾各自的行李，我还从来没有帮你收拾过行李。嗯，但是这个事情你也帮不上什么忙啊。谁说的？我收拾行李收拾的可好了，你动嘴我动手，你说什么我就帮你收什么，全都给你叠好放行李箱，保证让你满意。行吧，赶紧的。收纳袋呢？在那边中间的抽屉里面。哦，是下面的。你口渴了吗？我去帮你倒杯水。啊。